为我们致辞，热烈掌声欢迎方校长。我们今天来接受我们团体的首演的第一位。亲爱的董事委、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营议员，还有我们的各校的校长们，还有我们的家长会会长们，大家，还有我们的老师们、家长们、同学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首先要感谢福和国中范小龙校长特别借用了这个场地，让我们的毕业典礼能够非常非常顺利的进行，让我们的毕业生都能够相聚在一起，参加人生第一次的毕业典礼，在这边特别感谢。接着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都能够在百忙当中抽空到我们育才，参加我们育才学生第51届的毕业典礼，给我们毕业生最大的祝福，也是在这边特别感谢，谢谢。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们、同仁们，他们对学生的关爱跟指导，让我们毕业生今年有到南山、东山、复兴、延平、永中、福中、静心、光仁、桂里、在心、慈济、华兴、进修、弘道、海山、康桥、竹林、景兴、桂里等各校都能够如愿就读，非常谢谢老师们的辛苦指导。接着恭喜我们第51届140位的同学今天就要毕业了。有一首歌说到，离别不是结束，而是走向不同的岔路，我们还会彼此的帮助，一起奔向梦想的蓝图。在凤凰花开的季节，期待同学们未来如凤凰花般的灿烂学习。未来也是一个 AI 的大数据的一个资讯时代，充满了许多的挑战和变化，也期盼同学们持续开展智慧，终身学习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精益求精，畅快如意，有目标，会思考，有创意，乐于接受挑战。所以校长在毕业纪念册里面有提笔祝福，态度跟高度决定了个人的发展，也提醒大家做人的态度要能够感恩传爱，在做事的态度要能够抗压坚持，在工作的态度要能够合作负责，在学习的态度要能够创新乐学。在这边我们育才是一个很温馨的大家庭，每年都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送孩子们来育才，今天校长在这边欢送大家真是无比的高兴，也期盼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恒成万里，万事如意，常常回到育才来看看师长，勉励我们的学弟妹们。最后敬祝现场的贵宾以及家长家庭幸福，事业发达，各位老师教学顺心，心想事成，各位同学学业精进，更上层楼，今日以育才为荣，明日育才为你荣，谢谢。